这项展览会展出的内容包括该校制造科学生实习成果、学生社团活动成果、嘉南地区有关农业机构成品和园艺等。谢主席在参观各部门展览中，对于农产加工制造科学生实习产品所造的果汁、酱油、各种肉类罐头视为欣赏，并且希望他们对农产加工多加研究，使本省农产增加利用价值，为农民增加财富。